好事多圣诞特辑，今天的东西量真的都超有质感。我们这次好事多真的是差点买爆，太好了，我们这次互相就是阻止对方。不行啊，没有了，好了，真的。有没有看过有人抱着圣诞树被拖着走？就是我们，对，没有错。好了，那我们赶快来看看有哪些好东西吧。Go。那我们第一样的就是这个综合迷你意大利蛋糕。意大利，总共有四种口味。意大利是这样的，我也不知道，等下被打。好了，我们正常一点。它总共有四种口味，那它四种口味只要299，299很便宜呢，我觉得超便宜。它这个呢，它其实是意大利的传统节庆会吃的点心，对，也会送的礼品，搭配一些茶呀、咖啡、冰淇淋。哦，冰淇淋好像听起来不错。对，还有卡士达酱，哇，感觉是一个很棒的甜点。光看到这个包装，想太多。我们那时候看到包装，真的是直接就拿了就走。经常不要跟我讲那么多，我就不要放在口中。我觉得它梨子蛮特别的，它不是做成那种梨子酱、水果酱做成的梨子块，对，它是吃得到那种梨子丁。对。我觉得蛮特别的，梨子的颗粒跟巧克力的颗粒都是很蛮大块，钻在里面包上面。对 ，But 我必须要说，你请说。怎么听到你的 But 好像就不是啊？这个吼，我觉得它是漂亮为主，其实做包装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因为我吃下去的口感是没有那种新鲜的蛋糕的感觉。它比较偏向那种，像罐头，对，罐头的那种味道，罐头面包的味道，对，应该是那种可以保存比较久的那种蛋糕的味道。对，它好像也是可以放很久。我刚刚有忘记讲，今天吃的呢是梨子巧克力最上面那个，然后它还有一个柠檬酒，听说是非常特别哦。有网友呢，只要买这一盒，都会留到最后才吃。哦，最好吃的，对，最后再吃的柠檬酒概念。再来就是经典味道跟巧克力豆。对，我觉得见仁见智啊。我觉得它的口感是比较偏那种杂粮面包的那种，比较偏硬吧，比较欧式面包的口感，也稍微比较偏硬一点。我们就下一道吧。好，跟刚刚态度不一样。不，这个话。两汤五汤。好了，我们的第二样就是科克朗的巧克力礼盒。金色版跟红色版，这样硬整盒是489块。啊，489。然后我现在就打开这个，噔噔噔噔，哇！你看，很多，对不对？哎，好香，这像不像那个某牌的巧克力？哟，你是说橘牌的吗？因为它好漂亮，就是你去百货公司的那个地下街，然后你是在闻那个香，这个超香哎！好，你去百货公司的地下街，其实都会有那种是高级巧克力感，看了都想吃。可是它一颗都670，真的是90块，我吃不下去啊！我觉得这个目前这样看起来是蛮超值的，对。然后它有18种是吧？对，18种巧克力，18种巧克力。据说它有不同的味道，它有黑巧克力，然后有很甜的巧克力，等于说你买一盒回家，其实是可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，每个人的喜好。我看到有一个是蓝莓口味，哦，应该是这个。好了，我吃蓝莓好了。好，哦，好香哦，那我吃的开心。而且它上面写的它是焦糖口味。啊，抱歉，这个炸开是怎样？哦，我的蓝莓心是满满的耶，我没想到它有这样子的回馈嘛，回馈。这个蓝莓的你没吃到太可惜了，真的超好吃。我跟你说，它蓝莓哦，不会是酸到那种没有办法吃的蓝莓，它是有点先酸再甜，后劲味道是甜，因为它下面还有一层牛奶巧克力。哦，这个小雨感动，对，就是到这边就可以了，真的超好吃的，我操，别哭。我觉得这款真的 CP 值爆高，哎，超爆高，真的超高的。就是你花389块，你有一盒的是高级巧克力的口感。因为我刚吃进去，我其实没有料到它会包内馅，我想说，它说单纯只是巧克力。我想说这个价钱的话，它应该就只是单纯的那种造型巧克力，不是哦，它不是这么简单。就这个一定要买，就是看到就是买，而且它的那个种类真的超很多，超多种，18种，每一种味道都不一样，真的，各位。
答应我，不要买好吗？完了，小雨都放重话了，各位啊，都放重话了。我下一把 ，Go。介绍一下，它这个是椰蛋小熊倒数日历巧克力。我们是那个小熊杀手啊！哎、拜托我们不要去杀小熊，我们是从之前杀杀到现在还是在杀，都是大小熊。是289块，好便宜哦！怎么那么便宜？之前他好像有上过这种，就是小朋友专属的、日历倒数，因为之前都是酒类，大人的。对，好像这算是他的那个什么，算新品，已经肌肉到把直接把垃圾丢掉。赶快吃哈！哦，它那个啊，它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它有七种味道吧？就是脚本前六种，脚本谁写的？不是你吗？奇怪，什么？我知道这两个应该是同一种，所以它实际上应该是有六种，只是包装不一样。然后呢，它就是一天一个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啦，但是就是从12月1号开始，1号，因为到25号是圣诞节，所以我们只吃到24号，它就只有24。那就是等于说要照他的规矩，那我们这部片就分24天了。对，好，不是吧？我不要吃24天的。那我们就先说，先说今天的。好，好啊，我说个10号好了。它上面都其实有标记日期，我觉得它蛮有趣，是它其实没有按照顺序，所以你要稍微找一下，去找一下它在哪里。对，10号，给你抽好，搓一下，搓了。哎，我已经很久没玩这种桌游了。这个可以放在家里，然后跟家人收一次。这是你以前被收过钱啊？老实讲啊，害怕。哇！小熊，我们要吃小熊。那它这个巧克力呢，就是德国厂商制造的，它是德国来的，各位。你觉得有特别高级感？那我就搓11号，好，11号。呜呜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等你搓完。这搓不行不行啊！哎，这个真的是给小朋友搓的吗？他不会就是因为太开心，然后整个这样子唰丢开吗？哎呦，我赢了，我搓了2颗。哎呦，是我的比较大颗啊，他没有烂，好吧，来吃看看。嗯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小朋友爱死。我也觉得好甜哦。也是好吃的。哎，我这个牛奶会超重，我喜欢。我这个它是咬进去，它是有爆浆的感觉，我吓一跳。就是有包馅的，有包馅，而且包好包满，爆浆。虽然很甜，但是好好吃。我觉得好吃哎！我跟你说，刚刚可可兰那个就是大人系列，这个呢就完全真的适合小孩。就是圣诞节大人的倒数跟小孩倒数，对，我觉得这个小朋友一定会超爱，而且他在后面还有那个连连看。我小时候其实超爱玩这个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就是依照数字嘛，对对对，到鞋到哪里去？我觉得还蛮不错的，是很小朋友推荐。那就下一样吧。好，那我们这个第4样终于来到我们这个全系列最期待的一个，有史以来最猛的一个东西啊！对啊，这不是什么食物，这是梦幻艺品。Costco 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围在这个的旁边，对，要看他，对，这好像来到动物园这样。成龙，我要讲 low 了， no， 各位，这是很高级的东西。好了，先跟各位说这是什么，它是金箔琴酒利口酒啊，金箔啊，你以为它这么简单？金箔，金箔，很高级啊，听起来就很高级，重点啊，它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它还是水晶球，还有更厉害的。来秀泰啊，很亮，很亮，它下面有 LED 灯，更厉害的地方，它里面是小屋子啊。
里面还有一只狗啊。然后进去里面有一只狗，然后在那个壁炉前面睡觉，很温暖那种感觉，超美的。它好像也是圣诞节才会出的，对对对。它今年就是出这个小屋版本，然后每一面都有不同的图案，真的。而且我告诉你，这一瓶只要539哎，拜托。就我觉得送礼。反正圣诞节快到了嘛，交换礼物。对啊，欸、这个是首选哎、欸欸，不要你交换礼物。因为如果你拿到不好，你就啊，对，你给我来一张那个什么什么国像吧，没有了，自己的自画像有没有？拿这个出去交换，然后那个真的心情超不好了。对啊，还是自己留着哭啦。对啊，我就赶快开一个。好，准备好了，小雨。好兴奋，好兴奋！刚才我本来想说，我怕它这个哑巴可能是那个软木塞难拆，但它真的是非常好拆。哎、欸，它这其实你不用买软木塞的那个开瓶器，不用，不用，它直接打开就可以开。遥远之间，让我听一下。哦，啊！它真的是这个，哇！它是那种超香的，它是童年的味道。对，哦，它有一种泡泡糖、口香糖的味道，哎，好幸福的感觉。大家这是什么口味？它是那个柑橘姜饼风味，真的哎、欸，这个味道很 OK 耶。可是你要看它像小小一瓶，它其实酒精20%。可是它算利口的酒，也就是说它其实是可以让结合的。利口酒好像有分成四种不一样的风味，对，水果啊、香料、种子跟植物。那它是属于水果的，因为它里面有柑橘味，嗯，对，所以它应该是偏向水果类。开喝喽！好，到喽。超香，那我喝一点点就好了。好，所以传说中的 LED 灯是真的，真的。先盖好去吧，我觉得我等下太兴奋，直接冻出去。哇，是真的很厚的酒，好甜，好像那一种圣诞糖果的味道。嗯，前段有一个柑橘的味道，加上一种肉桂的那种味道。哦，我觉得它那个肉桂的香味是比较后段的才会出来，然后就是很像泡泡糖。哦，真的。然后姜饼柑橘，会让你想到，真的会让你想到圣诞节的味道。真的很觉得它做的很棒。我觉得大家圣诞节有可能就是朋友啊，或者情侣两个人就在家开一罐这个，然后圣诞节就来了。哎，这个我真的觉得，他做的超成功。我觉得这个很应景，这样说。然后它其实有很多种喝法，你可以加那个通勤水变成清空灵，对，或者是说你加一点气泡水，或者像我们这样是直接加冰块单喝。真的，我真的觉得我们这次买的都不错，买对了，真的。它里面是那种23K 可以食用的金箔，光这一点，哎、啊，这还不买吗 ？LED 灯，你还在等什么？真的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把酒喝完了，你可以再把水装回去，然后再就是放在床头啊，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摆设。对，我真的觉得很推荐。啊，可以这个。那我们就下一样。好，那我们正式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样，非常圣诞氛围，算是好多新品。圣诞节是 Costco 必买的，就是这个星巴克咖啡马克杯礼盒组。有两个马克杯，然后还有两个算是即溶咖啡粉，它是中度烘焙的。这个咖啡的口味是拉丁美洲跟印尼咖啡去调和，对，听说口感是还蛮滑顺的。那马克杯的容量的话是340毫升，我觉得它其实蛮好的，因为有些杯子可能不能微波炉不能用，就只有放到洗碗机里面，可是它都可以。这样子，它可以放进微波炉，然后也可以放到洗碗机里面，所以这个真的是送你自用这样。下面我们就放在 IG 上面抽奖喽。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次好事多圣诞特辑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你按下订阅、分享，可以开启下面小铃铛。那如果喜欢看好事多的开箱哈，各位千万不要错过，马上订阅我们。对，我们在双周五的晚上7点都会准时上片，那大家记得去 IG 抽奖喽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好嘞，3、2、1，好，因为我真的留下来了。
好，好的，圣诞特辑，还是我们要一起讲？祝大家圣诞